很多那个菜友们问我那个教学视频啊，后手定位永远不变的，不管你是定位颧骨还是皮筋，定位颧骨都可以，永远不变。前臂自然伸直，弹弓不要偏斜，可以拿镜子练。兄弟们，今天晚上的收获啊，麻辣小龙虾够吃了，下面还有一个黄鳝啊。你走路的姿势真好看，真的真好看，我爱上你的时候就在今晚。跟我回家。大 A 核桃。